咁呢條咧就問關於 hemisphere， 即係半球體啦。半球體就係半個球體，所以係二分一再乘球體嘅 volume。跟住咧 cylinder 咧就係 pi r 二次底面積乘翻個高啊。好啦，咁佢就話咧呢兩個嘅 volume 咧而家係 equal 嘅喎嚇，咁所以咧我就將佢 set 做 equal。個 pi 可以約咗先啦。跟住咧呢度 r 二次啊嘛，咁約完之後就得翻 r 啦。咁即係話二 over 三 r 就等於 h 好啦，咁所以二 r over 三等於 h， 咁即係話咧二 r 等於三 h， 所以 r over h 就等於三 over 二。咁答案咧就係 boy 啦，答案 boy 啦。